晴朗的天空，清澈干净，让你不自觉地放下手中的事情。静静地坐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，饮茶一杯。炒面，绿豆芽，大火，油温五成热下入绿豆芽，炒至有点变色，下入炒面，加入适量生抽，搅拌均匀，加入适量孜然粉，搅拌均匀即可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这是大自然馈赠最好的礼物。